哦，在界内的样子哦，哇，飞超远的，哦哇哦，左外野的杨春全垒打，杨浩然，把刚才胡汉胜这球没有掉下来的曲球直接给送出墙外了。所以就是要选一颗球来做攻击哦。当你决定要锁定慢的之后，你就要把重心留住，不能够冲出去。这个球就被他锁到了。这也是开南在这个阶段所扫出的第一支全垒打。杨春全垒打，现在面对左投手王维生，觉得好像可以把球看得更清楚。磨刀霍霍，在这个场。